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于者伤也，时可与言师矣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因礼无能言之，讼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自既冠而王者，吾不亦冠之矣。后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，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。其是诸师乎？子其长。既如在，既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既如不既。王孙贾问曰：以其媚一傲，灵媚一照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贺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，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色不主皮，味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，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离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使君使存，臣事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。后曰：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俭？然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素射门，管氏亦素射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细如也，重之纯如也，矫如也，易如也，以成。宜封人请献曰：君子之志于师也，吾未尝不得献也。众者见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商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吾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
为礼不敬，临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翁颂《论语八义》第三第二遍。孔子谓季氏，八义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仁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礼，以其奢也，宁俭；商与其义也，宁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也。季氏履于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如弗能救于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臣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？揖让而生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会事后述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取仪者商也，时可与言师矣。子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因礼无能言之，讼不足争也，文献不足故也足，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制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后问帝之说，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，知于天下也。其如是诸师乎？子其长。季如在，季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以季如不季。王孙贾，王孙贾问曰：以其昧于傲，凌昧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后坠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后曰：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色不主皮，味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。故宋。子曰：是也。我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使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君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，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？后曰：管仲俭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俭？然则管仲知礼乎？曰：
邦君宿塞门，管事役宿舍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事亦有反殿。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大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，始作。细如也，众之；纯如也，皎如也；义如也，以成。”宜封人请献曰：“君子之至于师也，吾未尝不得献也。”众者献之。出曰：“特山子何患于商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吾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邻伤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公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轻。灵宝齐庐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回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住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锦领三十六员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升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。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空。
一刻在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数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信私信你，请各报自己姓名，姓氏高丽明，愿将以上。信女洪师庭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祷，圣慈昭格采纳，世所至祷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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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立明讲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哦，晚安。晚安，哦，感恩感恩，有很优秀的前贤，很优秀的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点传师晚安，感恩啊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洪领任晚安，您田径前贤晚安，前贤们晚安，晚安。